Hello， 大家好，我是笑笑，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呢，大家都开始陆续的购买或者制作各种各样的月饼。那在我的 YouTube 的朋友圈里呢，我发现最近呢，各大美食博主们呢，也都纷纷的开始上传自己制作的各种各样的精美的月饼，看上去非常诱人。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者说分享一下如何。就是市场上的这些葡萄酒如何跟我们的月饼相搭配。在这儿呢，我想提醒一下，如果你还没有观看我的上期的视频呢，不妨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上期这个视频呢，其实是为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做的铺垫。在上期的视频里呢，我大概推荐了一些具体的中秋节的一些葡萄酒，有非常详细的酒的品牌呀、名字呀以及品种，甚至包括价格。跟今天这个视频结合起来看呢，会更好一些。那说到月饼呢，其实我在想，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中国南方啊、北方啊，地域不同，月饼也有很多种的口味，但是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四大类。首先呢，就是鲜肉或者叉烧月饼，其次呢，比较传统的五仁月饼，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月饼。最后呢是莲蓉和蛋黄月饼。那先说这个鲜肉月饼吧，鲜肉或者叉烧月饼这样的月饼呢，因为里边加了肉，所以呢总体来说它的口感呢是非常丰硕，甚至有一点油腻的。那吃这样的月饼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红葡萄酒，干红，因为我们知道红酒里边呢富含单宁，单宁呢则是非常解腻的。那在选择红酒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新世界的，比如说加州的赤霞珠干红啊，或者是鲜粉黛干红，甚至就是澳洲的希拉。为什么说新世界的葡萄酒呢？因为新世界的葡萄酒呢，总体说来呢，果味更丰富一些，就比较容易跟月饼这样的食物呢相搭配，相得益彰。其次呢是五仁月饼，五仁月饼呢，我想应该是最传统的一种了吧。我小时候觉得很多很多月饼都是这样的。那五仁月饼呢，里头会有各种各样的果仁啊、坚果呀，口味呢非常非常丰富，而且呢有些果仁呢它有自己很独特的味道。那针对这样的月饼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方说既有清爽的口感，同时呢又能平衡这种丰腴的味道这样的酒，比如霞多丽干白，但是呢最好是那种过了橡木桶的霞多丽干白，因为过了橡木桶的霞多丽干白呢，它本身呢除了霞多丽本身的这种清爽味道之外呢，它还会增加一些像什么烘焙呀、坚果呀这样的风味，跟五仁月饼里头的这种果仁呢刚好就是非常的默契。其次呢就是水果月饼，因为现在水果月饼其实挺多的，各种各样的水果总体来说呢非常甜蜜，然后呢又不那么油腻。水果月饼其实搭配起来呢，我们知道在葡萄酒搭配甜点里头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基本的原则呢就是甜配甜，如果你吃甜点呢最好就喝比较甜的葡萄酒。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月饼本身已经很甜了，如果我再去喝非常甜的酒，就比如说冰酒啊，比如说波特呀，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甜的有点过头了，有点发腻了。那我个人来说呢，我比较倾向于选择一些比如半干型的百事南，百事南我之前呢介绍过，比如选择法国波瑞产区的有非常活跃的这个花香果香，很容易跟水果月饼搭配。其次呢还有那种晚收型的甜白，比如晚收的雷司令甜白呀，这些都是非常搭配的。那最后呢就是莲蓉蛋黄月饼，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月饼，因为莲蓉啊或者蛋黄这种月饼它本身非常的浓郁芳香，然后那个风味呢又很独特，因为像蛋黄的话它是咸的，然后呢月饼呢又是甜的，就是非常丰富的口感。那这样的月饼呢，我个人来说比较倾向于选择一些比如起泡酒，
香槟。那香槟的话，当然价格非常高，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更为平价的替代品，就比如西班牙的 Cava 或者是意大利的 Prosecco， 超市里呢基本上都非常常见，选一些气泡酒。另外呢还有桃红，甚至半干型的桃红都是不错的选择。其次呢还有比较清爽一些的干红，比如黑比诺，这些呢跟莲蓉啊蛋黄啊这样呢都比较搭配一些。那其实说到这些酒呢，不管是哪种葡萄酒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它的饮用温度，因为温度呢还是很重要的。像我提到的这种赤霞珠干红啊，或者鲜粉黛干红啊，我觉得也就室温饮用就行了。但是其余的所有的提到的葡萄酒，不管是干白也好，甜白也好，或者是气泡酒啊、桃红啊，这些酒呢，大家最好都让它提前冰镇一下，温度一定要越低越好，才能体会出它那种清爽的口感。那像黑比诺干红这款酒呢，它是干红，但是呢又属于比较轻盈的干红，这种酒呢提前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降一下温就可以了。那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关于月饼和葡萄酒的搭配。我是笑笑，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别忘了点赞并且关注我的频道。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聊。